95218啊，一款希诺冰种的飘兰花手镯啊，冰飘兰，非常漂亮的一只手镯。手镯的这个冰感是非常足的啊，冰感十足的一个，可以看一下这个，感受一下，是不是冰感十足的一个？底子呢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底妆是特别干净的，没有矿杂黑点，这个对于一个冰种的手镯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非常重要的一个，然后它这个地方画胶感也是画得非常好的，画胶感画得非常好。看看手镯内圈，内圈的话还好哈，没有发现特别明显的纹线之类的，这个地方会有一些轻微的一个小纹线啊，棉线之类的。这个地方也会有一点点这个打磨不平，这个是一个打磨不平啊。看一下53的能不能戴都不知道。